记忆世界大会 iJoy 乐赏会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，也是你们的新小白。这次白娘子会初入人世，经历世间爱，慢慢成长，希望可以成为你们心中新的回忆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会好好修炼，便会入红尘跟你们相见的。那我们就剧里见。好。